本节目由爬顿管家智能温控系统赞助播出，谢谢金主。2018年了，楼长又神奇的把蓝蛇的视频拖更了一年。上一期给你们安利了一波，这一期咱们就讲讲蓝蛇石龙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先说石龙子吧，石龙子科是蜥蜴亚目下非常庞大的一只，大多数成员都有几条相同的特点：水桶腰、小短腿和溜滑溜滑的质感。在这些基础上再加一条大蓝舌头，好了，基本就可以叫蓝蛇石龙子了。不过蓝蛇石龙子也不是就指的一个东西，而是一大坨小短腿的总称，其中还被玩家分成了两个阵营，即印尼系蓝蛇和澳系蓝蛇。前者严格的讲只有巨型蓝蛇一个独立种，而后者则下分斜纹、中部、西部斑点、侏儒、松果等。但是楼长手里只有个巨型蓝蛇，所以今天就着重讲它，澳系蓝蛇咱们以后再说。相比较澳系蓝蛇，印尼系蓝蛇